那我们研判这位愚公朋友是在266的船舱里面，那但是因为他被压到剩下只有30公分的高度，所以我们仪器也没办法测到，那当然人也进不去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打捞上岸，在岸上来作业检查才能确认。是就这样，现在那一艘船啊，它是所谓的声呐的设施吗？那一艘小迷你的那个黄色的那个小小船，现在刚出去那个，因为要写 Echo Boat， 那是声呐。那个是军方的测量器具之一了哈、这个是搜救船呐、好，这个是我们民间的搜救船、那个黄色那个。那军方的这一种专业的船只，现在都在工作平台，周边那里部件。那大家看到有一艘颜色不一样的黄色那一艘，黄色那个小小，那一艘是我们在布浮标的船。好，那它现在浮标可以先从我们这一面先把它布起来。那目前大家看到，大家在那里正在进行，我们等一下试航细节的确认。好，那我们很感谢司令官，他现在在现场，我刚刚是从那里过来的。好，我们他在现场，我们再检讨，等一下11点布标完成之后的试航的一些细节。11点才会布标完成，因为水下作业好，刚刚好才你们有看到，我们有把一只灯杆拖上来嘛，好，那个上来之后，水下作业才算完成。市场是10点试航还是11点试？11点我们的浮标都会布设完，然后军方会做最后一次的测量确认。航道啊，确认到了安全。现在就要开了，现在已经在试航了。没关系，这个你让他们去协商。好的，好不好？他们是在，你们让他去。在台湾去工作，因为毕竟这边工作环境不算好，他们的工作环境不算是可以，所以他们才会有些轻微的起落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有些内部他在台湾起落，他们的企业都是。像我一个渔工，他在家务边，他的姐姐在帮忙照顾。我目前还没有时间去看那些兄弟在医院的兄弟。我还是先想说找到我们最后一个兄弟亲。我们这3天一直都在现场，还有我们的工作单位，我们现在在市政大厦旁边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谈一下您跟这位渔工的感情吧，您跟他认识多久？这个渔工，目前这个兄弟大概2年左右。当然，不是说啊时间长久的问题，大概感情都很好。好，谢谢啊、哦。希望最后这一个能够赶快回来。啊，还有我们非常感谢这么多单位这么多人员的帮忙。帮我们找寻，谢谢大家。请问一下，他是不是6本最年轻、最值钱的船？我们的船，他2年算是最值钱的。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5、6年以上的，最久的话是12年。我们都是合法申请的，我们都有帮他请劳健，我们另外有帮他们请加保、意外险的保险。希望大家。我们是合法的，我们是守法的市民，小朋友，希望大家不要乱冲，我们是合法的。请问一下家属，会是有主动来安排这些人？家属的部分目前很多还没有跟家属联络。我们船东刚刚有特别澄清一点，拜托大家一起来澄清，我们。船上所有的渔工都是合法的，工作是非法的，这个我也要再次要来协助我们船东来进行澄清，这个都有记录，就不能用谣言来打击我们船东船长还有船长的整个家族。那第二个就是目前我们专案小组里面还有一个工作群组，就是在协助。包括外交部，还有感谢县府的。